你等一下。女士已经买好了，她买好了。是的，是的。好吧，没事了，谢谢。实测，实测。我去一下洗手间先。好。没有没有，我有理由的。哎，你听我解释。我是没算到你上完厕所往那里去，是去买单，终究是少算一步。没有没有没有。怎么了？那我是，毕竟我是公司的 CFO 嘛。看一下看一下，那我是觉得第一个是我邀请你，第二个你也请我滑冰，还教我滑冰，还有很多机会。好。以后就我来买。